最佳损友，一般我们都说最佳搭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们是最佳损友呢？首先来说，这个友啊，能说明我们俩在一起时间是非常长了。对，为什么这个损友呢？因为自从我们搭档以来啊，我们是中间的争吵不断。嗯，因为我们俩总是咬文嚼字，相声这个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嘛，他总是就是为了纠结一个字啊，逻辑重音啊。就是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，因为这些问题我们总打起来。我们俩对这个艺术的追求可能各有各的这个想法。我们现在在西安，嗯，在西安还买房子了。我是24楼，他是25楼啊，我俩户型都一样。对，他就住我楼下。对，反正我要对他有意见我就跺脚就完了。还真是一对损友，但是呢毕竟还是一对好搭档。我觉得两个人互相鞭策共同成长，希望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好吗？好，谢谢两位老师。谢谢英老师，谢谢观众朋友们，谢谢英老师。